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猜真相，赢大奖。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不开心就来搜啊，快乐星球还不够。本节目由一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T。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四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两轮各投出一票，共计两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二轮各投出一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一枚徽章。侦探若两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一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六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一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两票，玩家每人可投一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一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二搜，我们来了！哎，又到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环节，来吧！走走走走走。嗯，你今天有点不对劲。没有没有，真没有。他有，我来搜，我来帮你搜。他有这么多包包罐罐呢？侦探，侦探，他这有卡。银行卡。嗯。你为什么这是张银行卡，但是这是张假的银行卡。我的目的呢，就是我偷偷的去找，说哎，我这个给你一个卡，里边有很多钱什么的，让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用我的这个袋子 list 啊，是你的作案手法是吧？对对对对对。他身上很有东西、啊。我没有，你这么硬，我什么都没有。我给你藏了一堆电板，对不对？一堆鼠标垫在后边。鼠标垫是干什么？为什么要鼠标垫？不对，他这个就能闷死，他这就是一塑料袋。我拿塑料袋都多余，我跟你说，我这个塑胶的，而且是。全是垫子。哦，他还可以用鞋。我用鞋子就可以踢死他，你看多尖。那我们搜证吧，我们再找找。搜证，搜证，搜证。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那个蓝光草的释放剂量，还有它的触发条件是什么。这个里面有一个报告，研究报告啊。蓝光草在空气中能释放大量氧气，并吸收空气中的未知蓝色物质。大量氧气。我要找的就是这个词儿，大量。哦，那就是不需要跟什么产生反应，它只说了在空气中就释放，你只要把那个罩打开，就是大量氧气。你只要把那个罩子打开，就是大量氧气了。他得回到中控室，把他的氧气给调回去。他还要再回来把他的这个干扰器给去掉。也就是说，可以钻后去关掉中控的那个阀钮了。他现在可以打开那个瓶子，然后把干扰器，然后再回去。他只要走一趟了，他就不需要回去关掉中控的阀钮，再回拔掉那个干扰器。有道理，他开三个，然后房间里充满氧气，然后再拔，然后他趁这段时间回去一趟就够了。对对对。欧的还没有还原他的计划吧？杀人计划呀？我有啊。我不是约了跟他见面的吗？对，见面之后呢？见面之后，因为我是来踩过点的，我就想拿那个屋里的花瓶什么的就砸死他。侦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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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看一下，大侦探 U 盘。
U 盘。电脑哪有电脑？哪有电脑？来，咱们看一眼吧，来。插不进去啊！你能不能看见再插呀，朋友？那插，哎呦，我觉得不是这儿啊，不是这儿哈，乱插。不是这儿，你干嘛呢，我大老师？在这边，这边也没口，这儿可能。戳人家散热器干嘛呀？大老师真的在这边一点缝都没有，他就在拼命挤。没事，我就不信世上本没有路，都能走出条路来。插出来，插出了一个缝来。他找到了聊天记录，真能源和最靠谱的不知名手下。他说：“你继续盯着陈默，有问题就向我汇报。”2022年10月，2022年11月12日，前往深海基地，从外面锁上实验室，关闭供氧系统，17点引爆3颗炸弹。老板已完成。所以你知道真相了？对，就是因为我就问他，好到底去了哪里？真能源就告诉我，郝博士其实已经死了，因为底下的那个实验室爆炸了。然后我不相信，即便爆炸，我也想要找到他的尸体，所以我就潜下去，发现底下确实爆炸了，而且我也找不到他的尸体。因为郝呢，他有一个计划，他想要用蓝光草来恢复我们的生态，所以我觉得郝博士的遗愿还是应该帮他完成的。才给了他发了那个邮件。对。之后真能源就告诉我，你现在最后一件任务就是把郝博士的计划还有那几处蓝光草带回给我就可以了。少来这套，什么东西啊。那后面又因为什么生了疑呢？后来我不是下去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吗？我就通过很多方式去调查，就是我的同事呀什么有没有人干过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现，首先这个炸弹是他放的，另外他也不再信任我了，他才会把我调走，调到去负责抓西罗的那个案件中。然后我在西罗的那个案件中又没有帮他完成，然后他就更加不信任我，更加边缘我。所以今天我来到这儿是不能让他看见我的脸的，因为他认识我，然后他也知道我是今天没有在这一个摇号名单里面的。摇号名单里，因为你是偷的。对啊，我偷的。所以我带着氧气罐进去的原因呢，就是我知道今天进来是没有任何动手的工具的，所以我只能说进入门之后一下把他敲死。哦，你想花瓶还想用氧气罐？他们都是科学家，可是想作案的那些方式都特别农家乐嘛，就每一个过来都是拿一塑料袋给你弄死，那边拿一东西直接给你砸死，特别的农家乐。之前有箱子没开，不是刚才不是河那儿有箱子吗？对，这儿的，这儿有一个箱子。哦，钥匙锁。你有身上有钥匙吗？我身上没有钥匙。找钥匙。这不是钥匙吗？哪呀？好棒棒！好棒哎！正中靶心！妈，这咋打？啊，有个手机。你要的房卡 OK 了，作为交换。他要拿到他的电脑文件，他有交换吗？是那个牌号吗？我把房卖了。你把房卖了？我不是有了一个绿洲计划里面的入住的机会吗？对，我是为七七要的吗？真的让我摇号摇成了，我把这号给出去了，我给了一个黑客，让黑客帮我去黑真的电脑，我要得到他的更多的资讯。所以你得到了什么资讯呢？这里是一个关于蓝光草的报告。蓝光草原生长于黄金土，可进行类光合作用，吸入 X 物质，吐出氧气。如停止冶炼黄金能，将目前所有黄金土用来培植蓝光草，经过5至10年时间，可恢复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我知道了，真其实他拥有了拯救我们这个星球的机会。只要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星球就可以变成那个清新的星球。
甄总拒绝了，他说对外绝对保密，必须垄断蓝光草和黄金土两大资源，不能停止开采黄金能。蓝光草仅用于开发 M 星唯一的空气安全屋绿洲计划，净化全球空气不是甄氏职责。他还是想挣很多钱，他是要两边挣，这个可恨的人。他不管那些穷人能不能活，消费不起的人，对不起，我不管你。所以呢，这是完整我的杀机。其实我原本只是知道他黄金能这件事情，现在我才知道所谓的绿洲计划根本不是为了保护环境，他就是要利用郝小海的研究变成一个盈利的手段，盈利的手段，非富即贵的人的所谓的专享。对，走走走，现场看一下，很好奇他想怎么操作他的杀人手法。他鬼鬼祟祟的在这儿，鬼鬼祟祟的从这儿开始。你是多少号啊？我428。四二八，就这个。打开看一眼呗，能看吗？这是什么东西？能开的。这蓝的是什么？这是什么呀？发现了什么呀？这里面蓝色的液体是什么？对，哦哦哦哦哦哦，就是它那个水里头不有一个蓝色什么那个可以治那个水吗？这个是把有害物质的气体液态化了，这是我在做有关的研究。这是毒气瓶。毒气瓶。其实我这一瓶气体里面装的不是氧气，是含有较高浓度的可以致人死地的 X 物质的气瓶。你来的时候你没有气怎么办啊？你不能吸着这个来啊？不是，我的肺也很不好。哦，所以我今天要等他上台之后，他屋里不就没人了吗？我就把这个气瓶和他的气瓶换一下，我根本就不会要摇号。我只要把他杀掉，然后我就会离开。你换了瓶之后，他早晚都会死，是不是？还有什么线索没有找到吗？我看现场。哎，这里有个纸条。来了。什么东西啊？这里有个纸条。请勿拆卸任何零件，否则将造成报警器故障。故障是怎么故障法呢？它就是摁 SOS 没用了。所谓的故障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刚才我来试的时候是有用的。这是它被拆过还是没拆过呀？这里边有好多胶，还有这儿有烧过的痕迹。什么东西来烧的呢？哎，对，那两瓶水，那个两瓶特别奇怪，就是它这儿。这儿有烧过的痕迹，它被拆过。那两瓶水特别奇怪，这俩东西刚才是在哪儿？是在那个床盘啊。你手上拿那是个放大镜吗？对呀、啊、就是它这里面的。它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就烧掉它了？对啊！哦，还真是太阳啊，阳光啊，放大镜。对，哇、哦，这个厉害了。哦，它其实就是本来是这样的嘛，对吧？对，它其实本来就是有放大镜的。嗯，因为你拆一个零件，它就不能用了。拆掉它之后，把它顺手放在这儿。但是呢，它可能塞这个东西，它没有能完全塞下去，它就放在这儿，然后就烧糊了一点点儿。
这个是意外，对吧？对，他不是有目的性，他不是有目的的。但是呢，这就说明什么呢？他毁坏这个东西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用这个的话，我就没必要安那个干扰器呀、啊，我直接把这个拆了，他不就不会报警了吗？哎，对对对对对，这还是说明有两个人动过手，而且这两个人互相不知道。哎，还有一个绑定的那个东西，干扰仪跟塑料袋是在一起发现的。嗯，塑料袋是动手那个人，那两个手法是挂在一个人身上。那也就是说，要找的其实是干扰仪的人。这个如果他跟凶手没有互相串联的话，这个可以出来认了。有人开始迷茫了。谭老师。什么？谭老师，我在这个迷雾的后面，快打开我，快打开这个迷雾！我来，打开我。哪儿？他来了，哪儿？那你本来的作案手法是什么呢？不是，你得发现我那证据。去大那看看还有什么好东东。这个车吗？你有车撞死他吗？不要可爱死他！我来了，好可爱，怎么回事？这叫恶心死他！可爱死他！哇，怎么会这么可爱？马上就死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就是我那个东西啊，那个价格都不给包邮，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东西特别的便宜。不包邮？什么东西会不包邮呢？便宜的。哦，这个筐！哦，天哪！哦，什么呀？哎呀！什么？刷锅球？啊？不是刷锅球，这是铁丝球。哦，铁丝哎！还有这种玻璃胶，铁丝哎，玻璃胶，这不就那个吗？这不就那个吗？哦，是那个。在真的休息室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捡到的，上面是一个铁丝，它下面有一个类似胶的一个部分。哦，这个就是折成刚才那个形状吗？对，然后再用这个胶一粘上。对。那个就是你的对吧？在我都发现的能是你的吗？哎呀，对，他肯定是我的。大老师今天理直气壮啊！哪来的自信，真的是。拿过去，走，到那边比着说，走。说你怎么还原的？就是拿这个东西做了这个，啊，就是这个。那个铁钩。铁钩。我不来了这儿之后，我在咱附近观察他，然后我盯着那个针先出门啊，然后我不这么勾上了吗？我是塞进了针的这个门缝里头的，我在外边塞进来的。是关着的门，你可以塞进去。对。就我塞在这儿之后呢，针不就开门它就走了吗？ 对。开门的时候这个门就关不上了，就卡住了，虚掩了。它是这样的，它事先呢给它窝了一个角度，但它塞进去的时候它会贴着，可是它一出来冲出来之后它就能卡上了。哎，虚掩了。哦。然后呢，我进来之后我发现，哇，这个屋里映入眼帘的是那个报警器。嗯。然后我赶紧过去把那个报警器把它拿下来之后，我就先把它搁在这儿了。然后我就躲在了这个柜子里等针回来。啊，是你的。是的。然后呢，我看他不回来了嘛，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拿着我这个。这也是你带的？对，就这个东西。不包邮的东西。不包邮的这个胶带给他勒死。但是我一出来我开始晕眩，我不知道为什么。缺氧了，所以我在一个非常晕晕乎乎的状态下，我就一直勒他，我勒他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只是听见他没声了。我刚要探他到底死没死的时候，我听见门外有声儿，然后我就一个帅气的跑，打开这个，我就跳出去了，然后我就跳出去，我就走了。那是谁进来的？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我出去之后，我就开始琢磨，哎，我票丢了，我的票落在他这儿了。
然后我就得再回来一趟。回来的时候，发现你在这儿。你给我蹲下来。你干嘛？你要。反正就是蹲在这儿，我要拿硬物敲你了，你快点！我咔嗒一下，然后我就把你那个大脖子给削了，然后因为你削起来真好看，然后把你削削进去。然后我给他削完了之后，他不是晕了吗？晕完之后发现真他就没有鼻息了，已经死了。对，后来我就赶紧把那个东西再装好，然后我就溜走了。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个胶条拿走？因为我要陷害他，因为他不当时倒在这儿了吗？啊，我就觉得让人觉得是他要勒死他，嫁祸给他，嫁祸。你为什么那么敢认，就确定这个玩意儿当时没有勒死他呢？因为我最开始在第一轮的时候，我也不太敢太说太多，是因为我感觉好像就是我杀的。但是呢，唯一的一点就是像刚才你们两位侦探说的，因为这个他的伤痕甚至都没有。对。你帮我说明白了，你说因为那个勒得不深，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已经很晕了，你这一下他就死了？啊，什么？就是他已经14%很久了，然后你这样，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下足以致命。也有可能是你，那我也认，我有可能就趴下把他给压死了。这样的话，另外一位也出来认。因为你误的那个也有可能，对吧？我们凭自己的感觉。对，就是他的故事里边已经把大多数这儿发生的事儿给解释了。先听他的时间线，先说一下，好吧？11:25的时候，我就是回到我的那个休息室，拿我这些那个小玩意儿开始自个儿捣鼓，然后慢慢的塞进了这个门里头。然后11:30他去厕所，然后你就这个装置就生效了，对吧？他的门就虚掩了，然后你就溜进来了，对吗？对了，现在是11:30，我就发现了这一些。我的时间线可以帮他印证，因为我在厕所。对对对。找我要火机。然后呢，我就回到这个柜去了，我就等他什么时候出来。11:35的时候，真回来了。嗯。我就开始跟针厮打，因为我从里头跳出来之后，我从后边勒住了他，对。然后我看他不挣扎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基本上好像是勒差不多了。是他的，那就是你了，那就是你啊！哎，且慢。然后，那么我们后边还有时间线没有说完啊。然后关键时候来了，11:40的时候，我听见了有敲门声。11:40啊！所以，如果11:40进来的不是他的话，就另外还有一个人呗。然后我就赶紧跑了。啊，到12:00中间的时候呢，我回去发现我票没了，我就觉得应该是落回去了。然后我决定回到这个房间。我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留门的装置还没有被拿走，等于这个门还是虚掩的。敲门的那个人一开始并不知道有一个装置，他敲一下也是正常的。对。如果从这个敲门的方法，我反而是会排除了他们两位，就是他们两位不能让他看见，让他认识他。一开门就一开始就爆了，所以我认为敲门不是为了让人来开门，敲门是来确定里面的状态已经足够虚弱了。他可以这样啊，敲门，哎，没反应，然后试一推，居然没锁，然后进来把这人干了。其实刚刚我跟那个小普我们在投票前的时候提了一点，就是这个计划过于繁琐，一度一让我怀疑必须得有超过两个人才能做到通过缺氧让人失去反抗能力，然后再窒息致死，然后隐去警报。我在想为什么要制定一个如此复杂的计划，比方说毒气或者是砸，这个都是挺正常的。我就在想，在你们所有人的动机里面有关于缺氧的仪式感的其实有几位，就经历过海底所有人缺氧被憋死。天哪！对于这个凶手来说，他就得在低氧的时候跟他对峙，是比较有道理的。还有一个报复性。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落下的吧，好不好？有沙子是很难找的。这不是什么玩意儿？不是什么？这有什么东西吗？哦，What？神呐，这是
一道一道开始计划。哇哦，两个人，哇哦，两个人，天哪，这就真的变成两个人了。等于两个人都在安检外边发了一道一道开始计划，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啊，你看他的时间，11点，两位真凶都已经到了。我是11点钟通过安检来到这儿的。11:05，11:01，11:20，11:10，11点，两位真凶都已经到了。有人撒谎了。有人到的时间跟他说的不一样，时间线上撒谎。11点，两位真凶都已经到。那个时间点只是过安检的时间，对，那个是不能撒谎的。对，我是提前到的。你几点到？我是10:30。啊，11:15是过的安检，因为我没有票，我的票是哪来的呢？我有一个强效一喷即晕，然后我就在这儿开始等。等等，然后就看见一个人拿着票过来，然后我就说，哎，来，我跟你说，我有这个5个人的候选人的这个信息，然后就把这个人就弄到一个角落，然后就给他喷了，喷完以后就拿走了。所以现在就要重新梳理大家进安检之前的一个时间线。对，哦，我们在进安检之前外边有故事。对。好，走，集中讨论。我们来排列组合一下吧。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来说大家都有了安检前的一个时间线，再加上确定了双凶计划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前面所有曝光过自己手法的人都不做好了，因为那完全可以是个障眼法。我想请问一下侦探，两个人在发信息说到了，他们为什么不当面说，而要留下这个线索？我觉得是因为他俩互相不认识。是因为如果认识这个人的话，他就没有必要说一道，因为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啊，就是他们通过某种方式联系上了，比如说网友或者他们某种机构群聊什么联系上了。如果顺着这个去想的话，什么人能构成一个网友交流？我就想起你们之前关于西罗的那个群是有组织的，大家可以串通的。西罗可以把所有人联系起来，也许我们今天组合是西罗和谁。欧不在，不是跟西罗是不是没关系？我先把几个排列组合都列出来啊，融合是可行的。觉得不可行，因为我俩认识，我和融是认识的。我认识你，你俩见过面呀？对，我俩没有必要手机联系。就是今天一定是认脸是认不出来的两个人。我觉得我俩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荣跟陈存不存在这么一个组合？有可能。反正我不认识他，对，我是不认识他的。现在这种联系方式我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一定有一个某一种方式是在联系的。如果关于这个群，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提议啊。但是一般来讲，我会先建一个群，谁要来，我会把他加进来，告诉他们说什么时间点啊，什么就是交易，完了我就先退出，因为我有一个要保护自己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不太会跟他们去联系的，啊。何跟陈是一个组合。我跟陈是完全没有见过的，我跟陈有可能，因为他也在保护西罗，我也要保护西罗，但是我是西罗的设备供应商，我有可能是在某一个西罗的保护区里面跟陈认识了，有这种可能，但现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欧跟陈肯定是个组合，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是因为欧换脸了。对啊，我现在是那个欧叶嘛，但你要清楚，我是不可能找他的。同伙之间信息未必是对等的，
如果我觉得我是欧的话，我跟陈是一个组合的话，为了避免留下罪证，因为我认识陈嘛，我不会跟你约定我们用这种手机的方式，嗯，然后就说我知道你是谁，对，你就到吧，你到了我会看到你，就是就这个意思。如果说两个人合谋的话，我为什么要找他？在我的视角里，他是背叛我的人。陈默的真实身份是真能源的手下，海底基地爆炸事件为提前安装炸点后人为引爆，陈默已重回真实能源集团。喜欢你是个任务。我当时有多喜欢他，我就有多恨他，我不会这个时候去找他合谋做这件事情。对呀，欧辰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就像欧刚才说的，他心里是恨辰的。我觉得非常说得通，就是因为你的动机里边可能他是你利用的一个棋子，就是你们合谋只是这个前半部分。合谋之后要嫁祸给另外一个人吗？对呀，啊，就是也解释了你对他的恨。他是背叛我的人。欧叶与他联手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得说服他跟他一起联手，他俩得形成一个信任嘛，对不对？因为共同的好小海啊。在我的故事里没有欧叶呀。对啊，他的意思是他跟你说我是好小海的闺蜜，我们俩一起来为他报仇。我说你就信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比如说我跟何也有可能呢？我跟你有可能，因为只要你告诉我你哥哥是海研究，我必与你联手。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案件过于复杂的原因就是说它其实可以有距离，和它有距离，而且这个距离是没必要的，其实明明有更简单的方式。所以我就认为在这对凶手实施这个计划里面，让真缺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感。对，但这个仪式对于他们俩，对于海洋实验室的受害者的亲属，以及对于西罗组织都是同样成立，因为西罗是一个为穷苦大众打抱不平的人，这个人垄断了所有的氧气资源，让穷人没有空气可吸，所以他也想让这样的人尝试一下缺氧的滋味。这个对于这两种动机来说，其实这个仪式感都存在，所以其实还是两对组合的四种方式。但是有一个问题，侦探，我的方式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仪式感，因为在我心目当中，我的兄弟是被那个浪冲下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要的是让他停止这个计划。真正的和好期和你的和期期都是死于呼吸困难。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环境，让大家有空气。对，有道理。就说仪式感是不是有点太神话这件事儿了？我也是觉得，我很好奇。我觉得大其实基本上应该可以排除了。首先他自己有他的一套系统，而且他来报仇，他其实是为了父亲蒙冤。父亲蒙冤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是跟爆炸案有关系。我觉得相对可以排大，把大排了，融合组合排了。那就是容尘组合存在，对吧？容欧也有可能，两个女生联手，何跟尘是一个组合，何跟欧是一个组合，欧跟尘肯定是个组合。侦探，我还是想请你先带着我们还原一下他们两个配合的过程，因为我没有理清楚为什么这事儿需要两个人。不就是因为两个空间距离各远啊，各守着一个地儿，我一开始就这么觉得。他得多清楚这里面的构造啊。他们俩至少得有一个人得知道中控室，知道有六分钟的距离，这个人得来过，才能提前做计划。对，我来过，我刚才说过嘛，我来踩过点。那我们都来看过这个，等于这是一个样板间，我们都是来看过的。我没来过呀，我没踩过点。我没有，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出现，我连身份都是假的。两个女生，你们两个踩过点。我有点所跟陈相关的一个组合，
十二点那个时间点回去的就是他嘛。然后原本中控室的人到那儿去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中控室的那个人嘛。请问中控室的人回去要干嘛？他结束了为什么还不走呢？我是那个意外，对不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就是啊，因为他在计划里头多了一个我，莫名其妙。你看，我先不说是谁啊，如果两个人是串通的话，按计划行事，那这个计划是说明他们在里面还是有后续的交流的，有传递信号的。那么这个信号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传递呢？没有手机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俩应该有他们的密码。嗯，那中控室的屏幕其实就是一个交流的手段。那上面能接受到信号有两种，监测器异常会触发一个红色警报，氧气的格是可以有意发出的信号的。然后刚才为什么他说那个特别启发我呢？就是他说他就是那个变数。对，因为凶手没有预计到有一个人会拆那个报警器，也会触发中控室这边的一个红色警报。我看一下他这个怎么说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会报警呢？都不报警，他是会在屏幕上有提示。哎，那我当时插那个东西，我把东西拆了会有什么反应啊？那边屏幕会显示说报警系统出问题。哦，但是不会报警。对，那我就是那个变数，他们本来这里没有我给弄一下，然后那边就开始。你看红灯故障呀，所以他就只能看到红灯故障。我的点就在于说，插 U 盘会不会导致这个红灯故障？会，我觉得会。插 U 盘或者破坏那个屏幕上都会出现异常，效果是一样的。我这么跟你讲啊，我为什么认为这个信号是大给的呢？就是说原本的计划也是这样，那什么会让他在收到第二个信号之后把这个东西结束掉，然后过去看呢？他不用过去看了。对啊，他不用过去看了。对于控制手来说，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都不是异常。都是原计划，所以一个是开始的信号，一个是结束的信号。对，还有一个异常是时间异常。不对，我觉得我的逻辑是对的。侦探，请听我说。我化身那个小贾，着急的发言，请求大人看看孩子吧。我们把屋里的人叫做凶手，在中控室人叫控制手，这样我们好说一点。那个波动就是他们的一个信号，凶手杀完人之后把三个瓶子打开，于是氧气值升高，控制手就知道我可以把那旋钮调回到25离开了，然后他走了。这个时候呢，控制手来了，他为什么回来？他注意到那个红灯异常，因为他们的计划里面不需要红灯异常。我还是坚持红灯异常是让他回来检查的，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了？结果他一进来的时候直接被大雨干晕了。我觉得在那之前凶手应该已经完成了。现在依然是乱的。所以呢，我是大概率的觉得其中一个女生是行凶的，因为我们约了12点半要见面，所以她在这个之前一定是在这个里面的等着的。有道理，因为他的同伙要等到他插 U 盘之后才开始拉闸，所以是一个完全健康的针来开门，对吧？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大已经提前给了一个错误的信号，所以里边已经不是他预想的那个状态了。凶手视角差不多能锁定在两个女孩之间，所以说基本对男孩的怀疑就是怀疑你是控制手。那么现在各位关于在进安检之前的时间线，你们都说自己是来了就安检。那肯定不可能啊，对不对？那是凶手肯定来了之后，之外边我们已经找到证据，在外面交流过了。大家来各自辩驳一下自己的理由吧。我先说我吧，好不好？我的两个时间点都踩得这么准，11点是他们发信息通知到了开始计划的时间，我在过安检。另外还有一点，他要在安检这藏这个手机，他必须得在11点以后呀。然后呢，11点半是他破坏这个设备的时间，然后我又在厕所。12点30分我才出来，这一点上我说不是我自己，这是我的理由。我也想听听看陈怎么把自己排，你为什么不是控制手？
现在已确定我过去的时间是12点被在那儿砸晕了，对不对？那对。如果我是控制手的话，我半点钟看见那儿已经报警了，对不对？然后10分钟以后就是40，我就看到那个该关的信号了。然后我走了20分钟走到这儿来，蹲在那儿被人打晕。时间上是不对的，我觉得控制手没有回来。不，你要按照我刚才说那个，他在里面按部就班的话，他等于是在50收到第二个信号的，然后在操作手视角里边已经过了20分钟了，觉得这不正常。其实是凶手为了让他不要觉得不正常，等了他10分钟，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在操作者视角里边，这会儿已经等了20分钟，20分钟完之后，取瓶5分钟，再路程6分钟，正好。有道理。你要按照这个逻辑，我要过去的时候，我如果已经把氧气开开了，那我是不是不用带氧气瓶过去了？我的目的是啥？如果他发现一个时间超异常的话，他会带着戒备去的。也有可能是他的同伙在里边被针反杀了呢。如果自己同伴已经被反杀了，他就不会有人给他发那个氧气瓶的那个信号。那我们再听听蓉吧，好不好？蓉说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原因。第一呢，是我觉得这些事儿呢，还是多少是得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的人的来操作的。而我呢，虽然我是细罗，但是我很多东西其实我的正义其实是靠我的力量，或者我做某一些具体的事情，我开卡车我去灌气。然后呢，我也说得很明白，10点半我就到了这儿。你10点半在这儿，然后拿一个一喷即晕，偷了个票是吧？对，早来就在那儿对，然后就进来了。对，我就进来了。所以你的计划是先把时间约了，然后今天来这里安检门口堵一个。是的，是的。他唯一的劣势就在于说他真的有可能进不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因素。对，他是没有票的人。哦，最后说一下，然后我们投吧。我是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不怀疑我，并且跟我见面的。我是约好的嘛，敲门。我进来的手法就是，我可以当着他面砸死他的。但如果两个人作案的话，我要找一个我的合伙，就是谁会跟我去合作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和大就没有过交集，没有交集。我跟何有可能，除非我的手机里面我们两个有联系过，对吧？但是因为刚才已经排掉了，我既不可能去做杀手，也不可能去做控制手。好，如果我跟陈，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来帮我做这件事情？对，而且他还知道我是真的人。他跟甄汇报说已经找到3株蓝光草，然后呢，他把这个女孩留在了深海，他自己带着3株蓝光草回来了。你把他的这个计划找到了，然后你发给了甄，对吗？你是发现了什么？你要去调查他？就他是明明白白背叛我的人，我是不会再相信他的。我怎么会找他去帮我就杀甄呢？好，我们投票吧。啊，投票吧，加油！这投谁呀？不再沉默了，我。哎呀，今天是双凶手啊。首先呢，我们大家都可以排除掉大巴机。然后我又知道我不是，那么有可能的就是。啊，这是我。哎呀，就是这中间三位啊。今天的这两位凶手，首先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划，
是因为他们要在一个比较极致的环境里面，就是不能带任何的凶器利器，然后就是利用彼此之间的默契和空气的方式来干掉针。另外很重要的是，这一对人物关系呢，他们要有某一个共同点，但是呢，因为某种原因，他们互相没有见过面。我比较排除荣和欧这样一个组合，因为没有任何的线索证明他们俩是有任何的交集的。那么我也排除欧和陈，因为欧现在没有线索证明他原谅了陈，而且他是认识陈的，他要约的话他可能不会约陈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那么又满足这些条件，然后又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我就只能行，今天我们来投一对儿。我首先要投的一个人就是欧叶，因为欧有三个点让我觉得需要投他。首先他知道蓝光草这件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他说他之前来看过楼盘啊，踩过点儿。第三个就是说他是个科学家，科学家那么厉害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作案手段是他一个女孩硬生生拿一个大花瓶就给一男的打死呢？所以说我觉得欧是我先投了，欧叶，走你。第二个人我现在怀疑的是荣冠或者是沉默，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是沉默，是因为他应该就是那个回去发现了不一样想看一下，他四周看了半天说这事怎么回事还没弄明白的时候，这时候我正好一进去帮击给他一下，所以说我愿意相信第二位跟他合作的人是沉默。因为这个大的出现导致控制室收到的信号异常，所以我还是保持对这个控制者一定回到现场的高度怀疑。至于他的搭档是谁，我赞同刚才何好气的分析，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他是能够大大方方进入死者休息室的，也就是说他是在两个女孩之间做选择。今天的行凶者和操作员之间的信号其实不是两个，应该是三个。针对收到的每一个信息，操作员应该有如下的指示：收到第一个信息，警报发声，降低氧气浓度；收到第二个信息，氧气浓度波动，升高氧气浓度；收到第三个信息，警报解除，U盘拔出。操作员知道任务已经圆满的完成了，所以他可以离开操作台。但是这个时候警报是处于物理被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第三个信号迟迟没有推送过去，所以操作员知道出问题了，一定会回到死者的房间来去确认，而在时间线上满足的就只有首先大，我可以排除他，那就只剩下欧和何，或者是欧和陈。根据刚才推理的已知的最后状况是有两个位置，一个 A 位，一个 B 位，只能是这个组合。妖言一中，不祥的不祥的预言，开个闪。为什么一定要高八度啊？你很厉害是不是？互联网普法节目《大侦探》第七季第九案《绿洲之上》中，谁是杀害真能源的真凶呢？本次投票共投出三个组合啊，还有三个组合，分别是荣冠和沉默组合，欧耶和沉默组合，以及荣冠和何好气组合。
获得票数更多的是第一点，蓉来踩过点了。第二点，蓉是今天跟甄约好了，他是可以进来的。另外还有很重要的点，陈是知道蓝光草这件事情，甚至这三株蓝光草就是他带回来的，所以我就投给陈和蓉的组合。还是比较怀疑。第二位跟他合作的人是陈默，我这一票就一定会投给他。我把我的这两票分别投给欧辰。侦探和助理的三票都投给了哪一个组合呢？欧辰。啊，投一样的票啊。助理和侦探一共有三次投票机会，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它分散投，但是只要这三票投了一个人，侦探和侦探助理就会解锁封神模式。侦探和助理的三票都投给了欧耶和沉默组合。风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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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神。这风车啊，你俩是？风车，你们住几个神吧？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头的。我来一块，一块来。这个要投，我的手卡在这出不来了，等会儿啊。哎，你能帮我解一下我手卡里头吗？这要这种操作，真的出不来了，你帮我开一下外边。好，我真的还是出得来，还是啊，这边也开。哇塞，这个你是这儿？我这好难。你投的也是他是吗？在我的视角很清楚。我知道，但无论如何，这里面有个情感悖论。无论如何他绝不可能跟他和联手，他如果跟他联手他绝对会跟他见面，因为他只有跟他见面是最安全的。他为什么不跟他见面？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他未必是完全的联手，他只是傻子呀。他就是傻子，他是大冤种。欧耶和陈默五票，请进铁笼。我跟他进铁笼，你可不嘛？成全你吗？你大科学家手拿一花瓶，还是人家的，这然后砸人家，你。然后就是说，你不是科学家吗？这才是最大的悖论，白学了。无论如何，这个场面还是挺好看的。结果呢？请宣布。欧耶陈默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成全我吧，成全我吧。本案检举，没错，我们就是本案的凶手，成功了。封神，封神，封神，可以，可以，可以，封神。我觉得双人配合是一定的，一定吗？我觉得一定的。这么复杂的一个手法，你要一个人去做的话，我觉得凶手制定这个计划就是不合理的。他要没有帮凶的话，你在楼道里边溜达来溜达去的，两个人更容易被人看见。两个人不需要在走廊里移动啊。啊，你说那个在中控室的人就一直待在那儿？对啊。大的时间线里的十二点，他把陈敲晕之后，他才把放大镜和报警器恢复正常。那也就是说，他收到了自己同伙告诉自己任务完成的这个氧气跳动信号，他已经把氧气值给恢复正常之后，居然检测器异常的红色信号还一直没有解除，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反常，导致他要回现场查看。所以我心里一直锚定陈就是这个控制者。我们根据现场手机的对话信息，两名嫌疑人通过手机短信相认是发生在十一点，所以说蓉在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
这个迷晕前来的参加者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迷晕到自己的队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所以荣并不能成为今天的行凶者的这个位置，所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欧耶。封神，封神。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逻辑上的问题，因为我的点就是在门口用手机发微信，到了到了，而且是同一时间，除非这俩人不认识，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手机是既然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联络方式的话，最后关头还是用这个加密的通信方式比较好，因为如果比方说有第三方知道这个信息，哎，我是荣，我过去说，哎，我是欧耶，不就把他忽悠走了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们一定用之前惯用的联系方式嘛，见面前的联系方式。对。哎，那你们的关键证据藏在哪儿啊？我修好的那个手机，在抽屉的板上。哦，那还是我没有搜仔细了。预备 ，Action！ 滴滴滴，发短信，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为小海报仇？愿意。她就是以闺蜜身份去做介绍，但是她为什么原谅我？是因为在她死后，我给她发了短信，我说小海是我不好，我不知道实验室会爆炸，我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我很想你。我出事很久以后，我的手机才修好，我才看到她给我发的这个信息。我看到这个信息，我知道我原谅她了。哎呀，你应该告诉我的。我告诉你，万一你不相信我呢？我相信。就算你相信我了，你肯定不会让我干这件事情。对，对吧？阻止你的。对吧？你要阻止我，但是我还是想要亲手去杀了他呀。不重要了，嗯，反正总之把他杀了，我们也付出代价。郝博士给我了一个就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给予的关注的目光，所以我当时觉得哇，突然好像坠入爱河了。就是他的心第一次成为这个形状，因为之前我觉得他心可能是方形的，他永远都是带有棱角，永远是很坚硬的，因为他没有爱嘛。只有这一天突然从郝博士的眼光里面，他的心开始变成柔软了，有爱的形状了。我对他其实就是可能有一点心动吧，时间在一起久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日久生情，突然好像真正的上头了。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有请侦探助理送上京东为大家提供的侦探徽章。恭喜侦探，恭喜侦探！啊，因为你两个都对了，恭喜！对，然后呢，小普有一个，然后我先谢谢啊，谢谢。我没有，我投错了。何老师，咱们这一集是那个环境保护的主题。对啊，这一集里面有一些很生动的描写，包括为了更好开采这个黄金土，很粗暴的把原本是这个星球最后一点氧气的希望的蓝光草把它全部刨掉这个举动，我们现在看起来好痛心，但是其实我们人类可能一直在地球上做这些事情，因为已经在发生这些事儿了，就是为了能够多用能源，然后牺牲了很多环境啊，这个就是每天在发生的事儿啊。我觉得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大自然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平衡啊，它给了一个毒药的同时也给了一个解药，就看什么人类有没有这样的耐心，还有包括我们能不能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所驱动，所以还是要克制我们人类的欲望，保护大自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啊。而且因为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星球最后只能去让有一小部分人可以活下去这样一个
地步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的一点希望，有可能是会酝酿更大的悲剧。所以趁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爱护地球，保护环境，不要走到最后我们只有小小的一片天空可以去呼吸这样的地步吧。其实虽然我们在追求金山银山，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可能青山绿水才是真正的金山银山。对，因为我们是地球村。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谢谢京东。零蔗糖好酸奶，碳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兴趣相投就来搜，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一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探案都爱吃的 M 豆巧克力赞助播出。谢谢。五谷营养好周到，探案再难不烦恼。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赞助播出。谢谢。哎，再见了。成全，成全，再见了。你们是按成全投的票是怎么的？今天侦探真的很高能，因为对陈我本来已经完全排除了，又给拉回来了。他一直在、对，其实我最后排除西罗，还是觉得今天整个这个计划里边，给人的直观感觉更像是那种亡命鸳鸯，并不像是那种正义联盟，就是他少了一点西罗的那个气质。顶楼主，好好的实施这个绿洲计划吧。拜拜，加油，好好生活。大白话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侦探助理小齐齐思君。在本期的合议庭，我们继续会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和各位老师们共同来科普法律知识。首先，让我们欢迎在北京和我们连线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郭慧法官、段煌法官，欢迎两位。大家好。大家好。那同样欢迎在上海和我们连线的沈一斐教授，欢迎您。大家好。那我们继续开始本期的内容啊。今天的案件呢，我们以未来为背景，以现实为依托，聚焦关于环境保护的话题。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近些年来，关于环保的话题呢，越来越受到国家以及社会的重视。那特别是比如说环境污染呀、空气质量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的相关。而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大侦探合议庭将会继续与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通过对于案件和角色的探讨，为大家进一步科普相关法律知识，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九案现在开庭。那通过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因为人类的过度开采，人类活动呢不断的扩张，导致了全球资源的枯竭。后来又因为一起烟花厂爆炸事件，环境出现了不可逆的伤害，导致人类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空气资源危机。真能源宣布开启绿洲计划，在发布会现场却发现真能源死在了后台休息间。通过大家推理得出，凶手呢就是欧叶和沉默。现在还是要请我们的法官对于他们的行为进行一个量刑的建议。这个欧耶和陈默两个人是实施共同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这里边显然欧耶是主犯啊，那么陈默呢是从犯，应当啊予以这个从宽处罚。当然了，从宽处罚到什么程度，那么应当根据他在这个共同犯罪中啊地位啊作用啊来综合一个衡量。那么在责任的最后划分上，那么他的责任显然是要比最后导致真能源死亡的这个欧耶啊量刑上可以大幅度从宽。我们刑法上讲这个共同犯罪，就首先我们要明确它是叫共同故意犯罪。那么共同故意犯罪呢，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双方啊要有一个意识联络，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双方要共谋，哎，我给你出主意，我给你提供犯罪工具，我帮你提供交通工具，我甚至是帮你去提前打探，哎，或者说你过程中啊，你实施犯罪过程中，我帮你进行望风，这都是一个共同犯罪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那么哪怕是你的帮助行为，就是犯罪结果可能不是你的帮助行为所导致的，那么实际上你也是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我们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商量了明天去做一票大的，但是因为我害怕，或者是说因为我家里人不同意，我明天没有去，那我算不算退出共同犯罪呢？我是不是就没有刑事责任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就是共同犯罪的脱离，我们叫共同犯罪的退出，对吧，都是可以的。他这个呢，不仅要自己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说，哎，我明确不参与这个行动之外，他还必须要这种共同商量的过程所导致的危险消失，他才能是一个共同犯罪的退出。所以在这个案件中，虽然沉默最后对整个犯罪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沉默呢仍然是构成共同犯罪的。那么很好玩的事情是在大挖机和这个欧耶的配合当中，他们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犯罪。那他们是不是共同犯罪呢？他们不是。正如刚刚郭法官所说的，共同犯罪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意思联络。我们可以是事前商量好，也可以是临场的时候一个眼神交流，哎，我们彼此心领神会，然后共同实施这个犯罪。但是如果任何意思联络都没有，他们只能算各自成立一个故意杀人犯罪。然后实践中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情形哈，比如说欧耶在要杀他的时候，大巴基知道了，哎，但是我提前就把他闷晕了。比如说我要追一个人，但是慧松在旁边看到说，哎呀，段黄追不上他，他干脆一伸脚把他绊倒了，然后这时候我追上他把他杀死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也就是我们刑法理论中常说的片面共犯的问题。这两种情况呢，我们说都是一个成立单独的故意杀人犯罪。明白了。其实对于主犯和从犯，刚刚两位法官给我们了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解释，也是要警醒各位不要以任何的形式参与到犯罪行为当中去。继续看到本案当中来，除了我们看到的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外，它的背景其实也值得我们来探讨。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像石油啊、天然气啊、矿山啊，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很难想象比如说这些资源如果一旦枯竭之后，大家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本案中出现的一个物质叫做黄金，能属于在故事里面的新的物质，在没有明确的属性和危害的前提下擅自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新能源，它是否属于违法行为？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法规去监管无论是能源还是新能源的开采和使用方面的内容？显然呢，我们国家是有成熟而且成体系的有关这个矿产资源利用的法律和法规。那么新能源啊，多数都是以矿产资源的形式存在，比如本案中出现的黄金能，再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个电动汽车，那么大家知道它需要用到什么呢？最核心的部件就是什么？锂电池，对吧？锂电池，那么锂是一种高度稀缺的那么一个新能源，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矿产资源。那么我们国家呀，矿产资源法里边对于矿产资源的利用，它是采取了许可证制，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的矿产的勘探和开采都需要获得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对于这个开采啊和勘探啊，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审批程序。那么如果你没有获得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没有取得探矿证，没有取得开采证，而采取了非法开采，或者说是超范围的去开采，或者说是破坏性的手段去开采，那么你有可能触犯矿产资源法里边规定的行政的处罚的相关的罚则。如果这些行为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触犯刑法中的破坏性采矿罪和非法采矿罪，那么这是有相关的罪名进行规制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它的整个勘探开采都要有度，这个度不光是量的一个规范，它范围也有要求。比如说我有一个矿区，你有一个矿区，咱们俩的矿区是相连的，我未经允许超越了界限挖到您那边去了，那对不起，我就有可能触犯了法律，甚至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的犯罪行为有哪些，比如这些犯罪的特点又是哪些，以及常见的一些容易触犯的罪名有哪些，能不能请各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应该说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优美的环境，人和自然和谐共存，这是我们的理想家园，也是我们刑法破坏自然环境类犯罪的一个保护对象。那么相应的罪名呢，有比如说保护环境的污染环境罪，比如说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那么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以及保护我们有限资源的非法采矿罪等等。环境资源的犯罪它有着很多的特点，比如说它的被害人通常来说它是自然环境，它不会说话，这就导致被告人他的主观恶性，或者说他自以为的主观恶性没有那么大。但是环境资源呢，最大的特点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就是破坏容易，恢复难。它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长久的，不可恢复的，不可逆的。我们的企业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触犯这些罪名，比如说我们要求不乱砍乱伐，那么会可能会触犯滥伐林木罪、盗伐林木罪，不乱捕乱猎，对吧？还有要求企业排放的话，要遵守排放标准，要找有环评资质的、有污染运营资质的企业去进行排放。比如说最近很热的，我们关于动物资源的犯罪中啊，我们有需要注意的几点：第一是不要食用野味；第二呢是不要购买野生动物制品。比如说在有的国家，它这个老虎皮呀、犀牛角呀、大象牙呀，它可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将这些动物制品带入境内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了。第三个就是不要饲养野生动物，这一点嘛，慧兄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向大家谈一谈。这几年就是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养了一些鹦鹉啊，或者说宠物龟啊，结果呢因为触犯了刑律，结果被判处非常严重的刑罚。刚才段法官所介绍的这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那么这是规定在刑法第341条第一款里边所规定的罪名。这个罪名呢是最高是可以判到15年的有期徒刑。所以说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就是喜爱宠物，第一呢要去正规的宠物店去购买。就是喜爱动物没有错，但是一定要遵守法度。对，那再次回到本次案件当中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在案件当中他们又触犯了哪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现有的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回顾案件里面，比如说在这个烟花港发生了一起震惊 M 星的烟花基地爆炸事件，那事故导致了其囤放的大量烟花以及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全部爆炸并且燃放，燃爆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就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你看，回顾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当中有哪几个点会触犯我们现有的一些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呢？这个行为显然属于一个典型的污染环境罪的这么一个行为，而且考虑到他的情节极其严重，甚至是已经导致这个星球已经基本上不适宜居住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他的行为啊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构成了污染环境罪。目前来看呢，我们国家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定罪量刑标准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备，一旦触犯这个罪，最高呢也是可以判到15年的有期徒刑。那我们刑法中还有一个什么罪呢？叫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个罪最高是可以判到死刑的。那么显然，如果啊侦能员在一开始就知道他所掩埋的黄金土废渣具有严重的毒害性，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他仍然去指使手下去掩埋去排放，那么显然应当是触犯了是刑法114条和115条规定的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当然了，我们回放整个案件来看，他一开始他也不知道这种废渣呀有可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从主观的犯意上来看，他显然没有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的这么一个主观故意，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倾向于认为他可以按照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污染环境罪和这个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啊，它还是有一个区别，有一个界限的。我们可以从被告人的主观的动机，那么行为的方式以及行为的后果来进行区分。我主观的动机是为了污染环境，还是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生命安全于不顾，对吧？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将包含这个新冠病原体的一些污染物，如果我是直接排放到我们的饮用水中，导致全城的人很可能都感染，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污染环境所能够概括的了，它已经不是对环境的污染，而是对我们所有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的一种危害，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给它界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以说要根据它的这个动机、行为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有的时候像环境的这个污染，它有一个问题，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伤害到谁，那这个诉讼是属于公益诉讼呢，还是叫公诉这种概念？那我个体有没有权利去告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现在呀，我们的环境审判也在进行一些变革，其中一个变革呢，就是说我们的公益诉讼制度，就是像刚刚您所说的，它的被害人不是某一个人，他很可能具体不到谁，他所危害的环境可能也不会说话，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提起公益诉讼，那么由相应的公益组织或者是检察机关来提起诉讼。包括我们现在的环境审判呀，也是有很大的变革的，比如说我们推出了三合一审判，把刑事、行政和民事三合一来进行专业化的审判，这样的话可以更加综合的、更加专业的维护我们的环境。哎，我就突然想起，我还是我们中国环境部门某一个环境部门，当我们去做一些环境的这些项目的时候，它其实必须要考量你对当地有什么影响，它会有各个方面的专家去评估这个项目。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多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你就提前把一些可能的影响考虑在项目里面。对，我觉得沈教授这个说的特别对，所以我们的环境司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预防性司法，就是不要等到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再去补救它。比如说我们去年，那么云南有一个很有名的公益诉讼案件叫绿孔雀公益诉讼案件，当时呢准备在云南的红河建一个水电站，但是经过环境测评发现建这个水电站将会导致我们国家濒危动物绿孔雀的栖息地被淹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你这个水电站建成了，你再去恢复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经过环境测评，经过专家的评估之后，在它实施之前就进行了一个叫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预防性司法。想问一下我们的沈教授，您看像在故事里面，他其实发现了这个新能源的初衷其实是取代已经枯竭的石油能源，他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后才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看待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呢？其实这个在我们学术上这几年有个特别火的概念叫风险社会。有的时候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小的区域为了某个经济利益可能做了件什么事情，或者做了一个危害，或者做了一个有益的，但它会改变整个的社会环境，包括文化的，包括自然的，而它的那个代价可能不是仅仅有这个地方的人承担，可能是全球都承担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空气污染啊，环境恶化都是由全球的人一起来承担的。所以风险社会的概念就提出来说，其实是要有社会公共的力量去平衡这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的国家也提出了青山绿水这样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也提出了绿色 GDP 这样的概念，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经济的发展跟环境的保护跟人更好的持续性的发展能够有一个统一。恰恰是持续性的发展才能让这个经济收益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达到最优解，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赖于人们对于发展这个理念的总体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这几年来我们特别特别强调的，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变化。从社会学角度讲，我们是希望绿色 GDP 的概念、风险社会的概念能够被更多人接受，我们能去更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持续性的发展。
没错，因为我们也提出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不断的在提倡大家低碳生活和低碳经济，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生活当中都可以不断的践行的一个事情。保护环境的确人人有责，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而所有的生命活动都需要它来承载，资源的恢复和利用的能力一定是要找寻一个平衡。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也能够共同来实现碳中和，一起来实现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美好的家园的一个愿景的畅想。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对于我们的分享，那本期我们的合议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大侦探七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诚邀网友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活动规则：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环保这个词儿，其实说起来总是在说，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很虚。我们只是知道垃圾分类，我们只是知道尽量那个分号开车出门，然后有时候觉得这个你们家就一辆车，不到你号出不了门，你还骂去接，然后就是要到你头上的时候，你都感觉环保这件事好像就那么回事了啊。因为事实上做什么可以对环境有帮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真的是老生常谈，但是每一次我们都是看一部作品有感受了，我们做一阵子，然后过一阵子又会被原来的生活习惯又拉回去。那么在这个不断的拉扯当中，我觉得还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养成新的好的习惯。虽然是一个超现实的题材，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环境确实越来越遭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吧，除了环境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遇到的困难就是现在的一些病情、疫情等等等等，让我们本来就这个新鲜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珍贵。所以虽然是一个超现实的主题，但是我们感受确实很真切的。我觉得环保对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每个人都是随手要做的一件事情，哪怕从最小的一件事情，不要乱扔垃圾开始，去旅游也好，去吃饭也好，去外面逛街也好，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卫生整洁。我觉得从最小的本我做起，去保护这个大环境和我们的整个地球吧。整到最后，他明明知道蓝光草是可以拯救地球的，只需要5年的时间，但是他都不愿意来做这个事儿，是因为他个人的欲望太强大了，他还想要靠这个去赚钱，所以到最后买单的也是自己。大家都在追求金山银山，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其实真正的青山绿水才是真正的金山银山。就今天的主题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的主题。虽然它已经被提及了很多次，但是并不是说它过时。它之所以老生常谈的原因，是因为不论在哪个时代去讲环保的议题，它都是不过时的。因为环保是一个所有人类都需要共同在每一个时期都需要去面对反思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人类上有很多时候也是真的很冲动，因为我们总是想享受更多的便利跟更多的速度，可能或者以更多的什么，总是忽略，因为问题就在于这个大自然并没有想让你那么快，但是我们就是想变得更快，因为我们一直在拧着这个劲儿，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后果要自负。所以我真心的觉得这一集非常有启示性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的时候更有耐心的面对我们的世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扎克尔、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 WiFi 万能卧室、达达快速、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 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三六零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香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